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姜世道的啦。观众朋友，我今晚问你一个问题啊。假设说你现在哈，你起码有过了十亿啦，不要说几十亿啦，你现在有几亿呀、啊？几亿的咱台湾讲的好野人了嘛？你起码是好野人。如果说现在你想投资，你讲啊，我这钱反正放伫银行利息，一年啊就趴尔，我想投资。啊！你要投资什么产业？你是要投资面临这个所谓红色供应链的电子产业，还是讲你要投资金融股，还是讲你要投资啊钢铁产业？讲哦，钢铁咱来投资这个，或者你要投资现在当红的生技业？观众朋友，你现在想这个问题哦，你去想这个问题，你才想知道说，哎。我现在要买股票，我要买什么股票啊？关键我说的你听有没有？ 你首先要知道说，欸，我现在有很多钱，我有好几亿，我们就假设说有钱人嘛，好野人嘛，啊，我们要去投资一个产业，啊，要做什么，要投资哪一个产业？你去想，那现在电子股可以赚多少钱？那连他这个红色供应链一过来，啊，一音就没去了。你自己去想，如果你不认为是生技产业的，观众朋友，我电视你卖看，你来转去保卫，因为安怎，我搁讲了，你就听袂落呀嘛。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看呐、啊，现在台湾的首富大概是尹衍梁，他投资的这个浩鼎跟中裕啊，赚了好几百亿啊。光一档浩鼎啊，观众朋友，十年的时间呐、啊。赚三十倍，哎、欸，他现在的市值高达一千，大概1200亿左右啊，一间新药的公司，礼拜五大盘大跌86点，他继续在这边涨，哎、欸，他不是没涨到呢，他是直接这样在涨，你给大家看观众朋友。来，再给你看，他在今年，你看哦，这里才几月，才七月而已，才多少，才250哎，一路这样涨上来。人家为什么可以做首富？人投资的这个你来看，叫这个浩鼎，4174的浩鼎，人家赚了几百亿耶，有什么比这较好谈？不是只有一档哎。你给他看，这个叫中裕新药，你也看，马基亚呢？礼拜五大盘太跌不多啊，所以我咧讲啊，人会有钱，人家会有钱有他的原因嘛，人会敢讲啊，人家找的，人家知道他可以找到人来投资这些做新药的投资这些生医产业啊，十年赚30倍。你当初你若想你若投资1000万呐，今麦变3亿，有1000万的人，我想大有人在啊，有1000万的人，我想吼，大家人拢在，拢足侪人拢有诶啊。现在你去随便录，因为你要看台北市的房地产，你就知影，比你在那边炒房炒来炒去炒了几百遍还要好赚啊，你去来想这个问题就好啊。你有做什么比投资生意还要更好的？这给你看啊。安尼去啊，我把它说小一点给观众朋友，你去来看，这个才叫做股票嘛。然后呢，他跟你讲说怎么样，生医的好景才要刚开始啊。也许他以前是花10年才赚30倍啊，然后磨剑10年一挥取得天下。那现在来讲，因为时间不赶快了嘛，现在可能1年2年你就可以赚30倍哦。你要不要赚？也许你说啊，老师啊，我啊不遐侪钱，第一个。我又没有那么多钱，我又没有你讲的几亿几亿的，越来越起，我又没有。
即使我有那么多钱，我也不认识银野良，我也去投资不到那样的股的公司啊。啊，即使要投资，人家也不一定，我也没有像银野良的眼光那么好，可以投资那么好的公司啊。你讲的都对，但是观众朋友，你也当找赌股票啊。哎，现在生意的股票还很多哎，你可以投资股票啊哎，你又不用去担心那些，你可以直接来带义工的当地挖买啊。人家在辛苦的过程里面，我不用跟他辛苦啊，我进去买，再转贷，在最好的这一整个阶段，我给他赚起来就好了啊。反正没我讲，你听有无？其实浩鼎啊，我也知道很多人都买跌七八十块、五六十块、八九十块的，四五年前买的而已啊。哎，那个每一个人哦，现在都后悔说啊。我当初吼，那卖卖，即摆坑卡，即摆没被挂好诶。所以观众朋友，我讲诶，你也听。我讲诶，我希望我讲的你听得懂啦。就是讲，你看人诶，即摆银野良是来当这個首富，因为人家是投资生意的产业嘛。人家十年赚三十倍，会惊死人咧。你如果说用一千块、两千块、一万、两万，你要赚三十倍，也许很简单啦。你用十亿、二十亿要赚三十倍，哎、欸，那个投资是很困难的事情嘞，观众朋友。啊，人拢做底好，你看。但你现在在想，哇，中午景外被岛主冲下，就投资生意产业嘛。那这些有钱人现在想说什么样？我不认识，我就是买生意的股票嘛，观众朋友，我讲的你听有无？所以我跟你讲说。你要跟着首富这样去操作，你才可以赚到大钱嘛。很遗憾的，我在这边讲啊，很多人还是想说，哎、欸，老叔跟你们讲啊，老叔啊，买买什么股票，老叔的基本面去算一下，不用去想那么多。当你看到浩鼎大涨，为什么大涨？哎、欸，观众们，我给你看哦，为什么大涨？你来看哦，就是拢要领，拢要不夹接的哦。他一直都还在烧钱的阶段哦，他的股价就可以涨到600块。同样的，这中裕，他的业绩也同样是零哦，还都在赔钱的阶段哦，他的股价可以涨到200块。所以，今麦你的行为是啥？你在想的是什么？很多人行为的行为是啥？哎，他还有投资哪一支生意没有涨的、啊？那银野良，我们的这个大首富，他还有什么投资我们可以进场去布局的、啊？有没有？当然还有啊！下一档我写下一档。那当然，浩鼎跟中裕涨到这么高了，短线筹码稍稍凌乱，你即使要买，不用马上急着进去买，你可以等它量缩拉回，拉回在哪里？就外边当供了，拉回再进去做台做一场布局。但是呢，他所投资的生技股。有对一支，哎、欸，你买过一投资为人，你讲什么咧？中天上面咧名言了，不是哦，你要去找他投资的生技股有做新药的，你要去找他投资的生技股里面业绩都是零的，你要去找他投资的生医股里面，拢在了解，不是咧找个已经上市啊，赚一叔叔啦，还是讲，哎、欸，伊都不是咧做新药的，不好啊，因为他的眼光就是在这边独到，下一档到底是哪里？你要懂得去布局啊，这股票是有它的逻辑，你才可以赚到钱的、啊。我知道你不晓得，为了帮助大家，你看看我一直有没有我没有说，哎、欸，老师，你的功力中裕到底是有功不？你看看我们写在这里，是一次期的中裕，11月22号上市前一天，我们特别演讲会送给大家。不是讲底价拢哦，无但你哦。无代你讲啊，伫只后边咧来你，空吹无之咧来你讲诶，跟着首富赚大钱，一直在这边跟大家讲，你就是要布局生意，你错失过浩鼎，哎、欸、涨那么多，老师还不可以买，你错失过中裕这一个礼拜大涨，礼拜百七50%大涨，那现在下一档是什么？来。我知道你不敢买啦，所以我怎么样？好，你相信啦，让你最省，可以来跟上首富的脚步，让你用最省抢救抢救抢救的钱啦，好，你也当跟上短天期生意冲刺班。
我这个生意冲刺班啊，是以生意股为主，操作的是三到五档，操作股票都是三档到五档，全部都是生意股票，然后一档要重压，相中标的是一档重压的这一档，然后呢，低价跟高价的生意股都有。啊，你讲老师，我都较无钱，我要做迄二三十块、三四十块、五六十块的有。你讲老师，我都较有钱，我要做百几、两百几的。你讲老师，我好呀啦，要做三百、四百、五百，通通有。你只要打电话进来说啊，我资金的偌济，我会带你来布局。生意再次冲刺啊！现在没有量哦，你看看礼拜五的成交量才多少？来，这里650亿哦，因为没有量，所以你只能操作生意股，你其他股票都要放弃，你只能操作生意股。生意股最有机会，最有可能让你大赚，把握这个机会。我们短天期想信生意冲刺班要跟我们一起操作炎阳集团的下一档生意股的，马上把电话打进来。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边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数位超 easy， 生活更 happy。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为您创造财富。市场的常胜军，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羊毛出在羊身上。袂算啦，贪污啊！一体两面，那边爱幸福，咱就检举贿选，人人有责哦。很多坚持可能一下子看不到成果，我依然相信坚持清廉，未来会更好。爱幸福，检举贿选，人人有责。哇！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就是这么方便，全国最大家具馆，很大很好逛，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周年庆现正实施中。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那以现在来看啊，当然成交量啊，你要看。礼拜六成交量又缩到650亿，跟我跟你讲的有没有很接近啊？我们今麦来讲的是那感恩节嘛，礼拜四感恩节，礼拜五当然没量嘛。那接着下来过没多久，下来外资都没等过圣诞节了嘛，那继续会没有量嘛？没有量什么内资来主导这个大盘？你来看，礼拜五上柜只有小跌一点点呢，有看到不？而且成交量来到多少？来到323亿耶，环球比又降了一半以上哎，所以你要去想，你要跟得上这个朝代的想法。这个台湾的首富跟你讲说怎么样？生意的好景才刚刚开始嘛。这个蔡英文跟你提的生意政策是什么？产值10年增5倍嘛。所以说现在很多股票怎么样，它就是在生意里面哦，这生意的时光，它的资金就在生意里面赚来赚去嘛，我这一档做完做那一档，那一档做完做这一档嘛，它每一档的起涨的时间不一样嘛，有那个落后补涨股，有那股票去到一段经历完了，它继续去嘛。
重点是安怎？你有要做生意无？你若有要做，你知影这间公司，它的业绩什么时候会公布？它的业绩未来的展望会怎么样？它在大陆的布局会怎么样？你都要很清楚的了解嘛。就好像在9月26号，我跟你讲的百元立丰嘛，这个都没盖牌了，这个当时是有盖牌，这个都没盖牌的哦。那个时候在这里嘛，180嘛，它现在涨在350这边，你有没有看？我把它放大一点，这里都在整理嘛。百元美事什么时候都会涨？露出神秘的微笑，是安怎？机会又过来啊！就这样跟你讲，就这么简单啊，你敢不敢赚而已啊？你买老师就买300几块啊嘛，300几块照样赚啊。所以你要知道说，这每一只股票，每一只股票它所处的位阶不一样。所以做生意做好胜的就是安怎？就好像我跟你讲过的嘛，来，我们看一下哈。它现在光生意的族群里面有什么？有生技概念股，有制药股，有没有？有医疗设备股，有医疗美容股，有医疗保健股，有保健食品股，有其他生医股，其他都生医股族群的。那每一种每一种的位阶都不一样嘛。现在的资金的几几，它占了50%的资金都在里面嘛。你股票市场来，你讲什么强者恒强嘛？现在最强的是什么？刚才我跟你讲，就是生技、生医相关个股最强的。那未来最强的是什么？叫做强者恒强嘛。你不要跟我讲说你在股市里面没有听过这一句话。老师，我唔捌听过这句强者恒强呢。强的股票，如用的股票将来嘛，它可能整理2天、整理3天又上了、啊。观众朋友，所以你一定要在强势股里面去找股票，你才会赚得到钱嘛。有看到吼，那像我们这个，这你看到啊吼，底下经历七两三四五啊，观众朋友，你现在问你自己，这个股票你敢不敢买？来，再看一下，谁？到礼拜五还在创新高呢，虽然有稍稍拉回，创新高拉回的股票叫什么？叫做强中强嘛。那既然强者恒强，拉什么？拉到哪里你可以买？你要想的是这个，你才会赚到钱呐、啊。因为老师黑我都唔敢买，黑拢起足济啊，包括你咧讲诶，这大江这嘛开始搁起起来啊。你要去想是说我们讲的股票为什么都这么强，其实还有很多股票真的是遍地是黄金啊，观众朋友，是你敢买啊不敢买啊，真正来说真正是遍地是黄金。还有那股票还没有涨，很多都还没有涨的、啊、比如说我礼拜四在这边跟大家讲的超跑股，我想啊，亚洲超跑的说好造啊，亚洲超跑啊，第一个税，第一个做好照，我还把它的技术线型，我还把它拿出来给观众朋友你去看嘞，有没有？我说这个技术线型哈，这哪要技术分析的人看的，真的是老醉我嘞。来，把它放大一点，看到了没？底下4130建牙。4130生技超跑股，我相信我盖这个牌，我这一个来再照这里，有没有？你都有看到吗？大盘落86点，我的超跑股就是这样。我也不会随随便便讲去找一支讲啊，老师黑已经涨停板的呀、啊，我不会拿那个出来给你看呐、啊。老姜的节目都是安尼啊，我们选的股票在敢在这里跟你讲说，提供一档生技逃跑股，同时11月26号把这个给你看，我说你给他看这个技术线型啊，李佳。礼拜五大盘是跌1%多呢，
我就没有看到，大盘是跌1%多，你看看我讲的股票就是这么强。所以你现在想说，哎，这个生气股嘛，是生衣股啊。看一下技术线型，来，我把它缩小一点给你看，有同款无？你来看，哎，一不一样？啊，是阿妈的来去，为什么它会涨？啊，近景都没去掉啊，老师，它之前都没有涨到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你讲说，现在的生意族群啊，你哪管要做股票，你就是做生意股。因为什么？它每一个位阶都不一样，还有很多股票现在才蓄势待发而已啊！而且现在生意股怎么样？一共呢，它最能吸引资金嘛。因为那些没有买到昊鼎，没有买到中裕，没有买到我讲的立丰，没有买到百元的，叶小公啊，这公司哈、哦、有潜力可循，我就进来买啦。那不然你难道要买台积电？你难道要去买鸿海吗？那种红色供应链，那资金都无，现在干那665亿，你要叫这资金要去把这些大的股票、大烫的股票推得动啊？10%-10,000推不动的、啊，关键没有。所以你的观念要改啊，跟我一起来见证生意时代。你看咱现在台湾人上有钱的人是谁？首富现在人是谁？应该是林业良啦，因为他昊鼎也大涨，中裕也大涨嘛。啊，人家喜阿诺也当这首富，你就跟着他去做就对了嘛。这个全世界探景想干大的红色的喜阿内嘛，就好像你民国80年的时候，你懂得去买红海，哎，你现在赚得下来都是100倍、200倍的呢。时代的改变，咱人爱对的改变，主流在哪里，咱得爱去做主流。强者恒强，既然是强者恒强，我们就要买强势股。股票市场被探景的喜阿内。你有没有看到我每一次盖牌给你讲的股票，每一只都那么强，每一只的股票，无论是讲大盘安怎都，我的股票照样去给你看。其实你如果一路来有在看我的节目，你也知道我生技股讲多少，讲多久了，我怎么样去研究生技股的。那生技股里面，我就跟你讲，刚刚那个族群给观众朋友你看到呀，还有很多股票才要刚涨啊。银眼娘的昊鼎大涨，中裕大涨，他有投资什么没有涨的？你有想买买不？立丰百元大涨，还有什么保健食股没有大涨的？你想买买不？还有没有像天涯这一种技术线型很漂亮啊？公司又够赚钱，那一讲了进去了，未来会衰竭，你有想买买不？有吼，老师我今卖吼。我知呀，你也担心讲选举，明年选举之后还是生意的元年呐、啊，才要元年呢、欸，观众朋友，来，和你想象的转天启冲刺班呐、啊，最省，我让你花最少的钱，你呢？我希望你给不来赚钱啦，不要因为我们收的费很高，阻碍了你赚钱的这个机会哦。按你我的讲吼，我底下讲个综合的嘛是不好，我用最省，和你。最简单的入门槛，你都要踏进这个脚步，因为我希望讲在股票市场的人，大家人都会当赚到钱啦。你忙底下咧苦守寒窑18年，老师我电子股拢未起，哎，老师我银行股拢未起，哎，老师我化工股，老师我什么食品股拢未起。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生意，为着要高利赚钱，我用最省的短天期生意冲刺班。我们这个操作就是什么？用生意股为主。资金分配三到五档的股票，其中单要有一档我们最有把握要重压，而且我们操作这个生意族群，米格隆达高价股啦，中价、低价、高价都有。李宏老师画的卡 IE 20几块、30几块，哎、欸，越来越少啊，吼，真的越来越少的。所以就如同我讲的，这一种长线潜力股，你要给它霸占起来。你与其要留着那些不会赚的股票，不如把它转到生意股，未来希望无穷的股票，未来10年最有希望的股票嘛。观众朋友，你认同我的想法的，这个是给你奖励。雄性哎，短天期生意冲刺班，最重要是什么？高价股也有，中价股也有，低价股也有。你给他讲啊，老师，我都开这高价股。你讲老师，我都比较钟情低价股都无所谓，因为这一些股票都会狂飙，都会狂涨。
相对重点是安怎？你爱记未来，你爱加谈。你进来这些做生意股，你爱加谈。研究的工作交给我来帮你研究，你就是安怎？跟着我的口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这样操作就对了。短天期生意冲刺班，把握机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有无限可能，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数位超 easy， 生活更 happy。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为您创造财富。市场的常胜军，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咨询电话02-2578-3777，02-2578-3777。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教你几个小撇步：瓦斯桶放室外，避免日晒，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使用瓦斯要小心，居家安全好放心。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灭蚊13绝：溶剂减量不积水，背进瓶罐，背轮胎，浴缸水缸，洗衣槽，保丽龙，铁空盒，背马桶，塑胶帆布，水族箱，安全帽，背摊架，水塔，水盆桶子，容器减量，预防灯隔热，寻道清刷要做好，大家都健康。小王啊，你也学学居直来直往，有话快讲吧。好啦，爷爷，新的健康食品要不要参考一下？如果买了后悔怎么办呢？放心，访问买卖又不像过河卒子不能回头，买了7天内都可以退，就算拆封也没问题哦。爷爷好不好嘛？嘿，将军仔细考虑就对。